全方位的整合方案，再来包含了我们第二区，也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波字形的地方，中间区域是我们的 S7-1500 的全新的终极控制器，等等会来为大家来做介绍。同时第三区在我们每一天的11:30还有2点跟4点的时候，会有我们的 3D 特效区，可以看到我们那边有两台电视的区域，就是我们的 3D 特效区。再来第四区呢，在它的旁边就是我们的高效率能源管理的方案，告诉你如何在你的工厂里面可以做到节能，但是用高效率的方案哦。好，再来呢，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西门子的控制器的驱动，我们的机器人整合方案的区域，还有在它旁边的驱动科技区，总共有7个区域，等等都会带大家来做参观。所以我们要邀请现场朋友们跟着我们脚步，一同到我们第一区 TIA 全方位整合方案区，等等每一区呢都会有精美的不同领域。